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关于我们这个漱口剂，为什么我们需要用刷了牙过后要用漱口呢？因为平时我们吃了的东西会留下一些残渣在牙缝里面，所以我们一些的牙刷呢是不能够把它处理掉的，所以我们需要用漱口液把它一些的残渣给处理清除掉，不然的话就留下一些的残渣，它有糖分会导致我们有蛀牙。所以现在我做一个小小的示范，这个是一个蛮出名的一个品牌，它是80ml卖我们大概一个6块钱哦。所以另外一个呢是50ml卖你一个47块的话，请问你选择哪一个？一般上人都选这个嘛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一个80ml 它只可以用4次吧，那如果6块除以4次的话，一次只是1块半钱，早晚的话就3块钱，一个月我们要花整90块在漱口柜嘛。而我们这一个的话浓缩它的47块是可以用上100次，所以一次是大概是47千。所以现在我要看的就是最后一个小小示范，给你看那个效果。所以我们这一个呢是要掺水的，2、3、4、5 ，OK， 它倒进来。OK， 所以这一个呢它是没有给它盖子的，所以我会把它倒一样的多 ，OK， 以示公正。所以这边我准备了一些的糖 ，OK， 糖，汤匙。这边也是一汤匙 ，OK，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漱口了。OK， 一般上我们通常漱口会用几久的时间呢？一般上都是大概20到30秒就解决了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不可能会花很长时间在那边漱口，而且有一些它的那个味道是很呛的，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非常有效，而且在短时间就可以清除的。OK， 所以可以看一看一下镜头。哪一个糖分还有很多 ？OK， 看一下这个糖分，它是没有掺水的咯，它糖分还很多。这一个我们是已经掺水了的 ，OK， 它糖分已经几乎要没有了。所以如果我继续再弄到一个5到10秒呢，它就没有了 ，OK， 所以让你选择。